这是一个面包虫的故事。帮虫从一个家，面包粉。好啦，再放一些水果下去啦。一只。第二只，第三只，这只不给我抓，第四只，开始脱皮了。我们躲在这里。脱皮呀！嗯，脱皮，这个也要脱。哦，长出来了，成虫，大致很健康哦。转动，要脱壳了。OK，我们剩三只，是有一只跑不见了。有有，超级小，这只超级小只的面包虫。那面包虫小朋友出来了。哦，面包虫变大只，已经长出来了，大概有3、4公分哦。成虫还活着，成虫寿命蛮长，2个月左右吧。我蛮大的。搞不好有100多只哦。这个昨天还是2只在叫，他们吃胡萝卜。哦，有一只肥肥的虫。
菇，我好多汁哦，这里，你怎么吃胡萝卜？准备分类了，这个筛网编号，宝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要看一下到底会有多少只虫虫了。OK， 待会来看一下，来吧，就这个，看一下会有多少虫虫。87 88 89，很小只的，是，太多不要算了。91，92，93，很多小只的啦，算了。94 95 96 97 98 99 100，还是不要，太多了，很多小只的，很多小只，怎么了？超多小只的，然后这里还有，应该有繁衍至少200多只吧，这都有，看这很多啊，一堆啊，好，将。100只，好，算了一下，这个是还算 OK 啦。那等下一个月再来看看吧，看看有没有长大一些。好，拭目以待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